今天经文取自福音书马太福音10:16-23。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是基督的福音，赞美归主基督。听众们，大家安门好，所以今天我们要也邀请人这个圣颂的崇拜，让我们能够请人圣颂的崇拜，都帮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好吗？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先来祷告。求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并我们在这段时间一起来学习人的话语。主耶稣帮助我们听完人这个讲道，都帮我们能够明白到主耶稣的心意。主耶稣借着人的话语来讲强我们，主耶稣的信念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发出人的旨意，都帮叫我们能够发出人的生命来。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叫我们使用，让人的基督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发出你的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这个神的话语，这个神的基督，这个系列，我们邀请这个马太福音10:16-23，跟我们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之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服侍神。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吗？是服侍神，是哪一行呢？是哪一行我们遇到哪一行服侍神呢？到底神出来行呢？这是我们今天邀请我们会看得到主耶稣，并我们看得到一样事情，就是主耶稣差派给十二个门徒去服侍上帝。那做什么服侍呢？所以我们看到人马太福音10:5-7讲到，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我帮人的路你们不要行，撒玛利亚人的山你们不要进，宁可住在以色列加密室的羊那里去，随叫随传，说天国近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主耶稣差遣了去，去到哪里？去到人群当中，十二个门徒，主耶稣差遣了十二个人，去到人这个人群当中做什么呢？去到哪里？来去传送主耶稣的福音，传送这个福音，就是随叫呢，随传。去到哪里？去就传到哪里？说什么呢？就说天国近了。天的困了解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上帝的基督，上帝的救恩已经在当中去，这意思。就是我们当我们去传福音时，主耶稣也比我们知道一些的事情，我们要按两边来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当我们传福音时，我们要去到哪里？去到人群中。当我们去到人群中的时候，我们会看得到一些的主耶稣比我们的一些的教头按两边像冲击一样，跟来去找传福音的事上，跟来服侍上帝。那这天用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说什么呢？就是灵巧应对情况。今天这个马太福音10:16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这样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他说把我丢了
而百几个董事要经营这个十二十门徒啊，差派去到咧，而这个狼群当中啊，有时候咧主耶稣献祭到去到，而这个物个咧，佢哋要经离开，佢哋要经营这个束缚去喎，去到人群中咧落去传福音，哈啊，这狼群中有种可能是当中有而这个伤害嘅，啊，所以我哋可以看得到主耶稣讲物个咧，献祭到灵巧。枪手哦，顺量枪夹子哦，哈、啊，所以阿条可以到主要主要书提醒阿条，当阿条主要书彩票阿条处理时候，当主要书帮阿条放到伊这个工作嘅岗位上时候，当主要书帮阿条放到每一个学校嘅时候，阿条乜嘅咧？阿条爱灵巧枪手，哦，阿条爱两面灵巧枪手咧，有时候阿条爱敏感。我阿条啊，好像使用眼面咁哦。诶，当我眼睇到咧，我条毛啊，呢个啥哈？当我以前咧，我去去阿爸嘅三把手啊，于是啊，穿嘅这个路上咧，有嘅这个啥哦？所以嘅这个啥咧，佢感受到嘅这个东西咧，是远远地感受到嘅这个东西已经接近嘅时候，有危险时候咧，佢都好敏感嘅，就已经逃跑开。啊，所以我条佢嗰度银行咧，主要是用嘅这个啥来去。落去比咧，我就跟人这个灵巧心喎，啊，一两面灵巧咧，像我就一敏感，敏感心灵嘅太亮，好像啊主耶稣一样，敏感心灵嘅太亮哦，而且咧我就会看得到主耶稣，佢两面灵巧咧，佢去上帝嘅话，一双佢扎根，哦，唔单止一样，佢也充满上帝嘅人这个智慧，两边嘅落去回答人这个当时候咧来我来献花给经验，而且咧，以后的两边来应变的这个思维，啊，而这个人我两边在当中来逐渐去通强，以后的两边个来分辨的这个思维，唔单止样，还看到主耶稣给亲的这个经历上，给教导咧，放在立场上咧，给人人给能够参与得活。那弟兄姐妹，今日我哋亲的社会当中，上帝把我哋差派到嘅这个社会当中，就要么个咧去传福音嘛，去我哋嘅生命，我来去影响嘅这个身边嘅人。那亲嘅当中，我哋要两边两咧，其中一点，我哋要好像然后主耶稣所讲嘅，我哋要连。好像傻一样，我就敏感，敏感上帝的带领。当我就敏感上帝带领的时候咧，我就去需要么个咧？我就需要用这个祷告的时间，我就需要去上帝的话语上，我来扎根。好像主耶稣一样，能够敏感，心灵的带领，能够去上帝的话语上，能够扎根，以及真的去建立跟这个立场，跟这个立场上站立的稳。啊，所以我就主耶稣要比我就看得到，当我就。重复一面时候，我哋爱乜嘅咧？我哋爱预备面对逼迫。有时候我同我哋重复一面时候，我哋要面对到逼迫哈。所以我哋可以看到，亲眼向主耶稣，亲眼这个体验过咁嘅，就那些个人咧，要帮我哋搞到功夫去喎。那十四节讲到乜嘅咧？就讲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讲到，你们要奉聘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公会里鞭打你们。那可能我们就讲到当我们传福音时候，可能我们要面对你这个公会跟你这个逼迫，可能要去当中好像银行主耶稣嘛，个咧要请给主耶稣说面对个去嘛，个咧主耶稣面对兵在公会中面对审判，唔单止样，在公会中要面对兵个鞭打个情况。就像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两边用咧。主耶稣说面对的事情，我们要面对，因为当时候咧，主耶稣面对的事情，门徒也面对了，所以我们要么个咧，预备自己面对嘅这个逼迫，听一样咧就讲到，佢哋要么个要把我们送到嘅这个主要君王面前哦，伊说要把我们送去嘅这个君王面前来去审判我们，而是嘅这个马太福音十章十八节讲乜嘅，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主要。君王面前对他们的外邦人做见证，那这样讲到主耶稣讲到嘛个咧，就讲到亚丢要被送到耶这个权力太监人的面前咯，经常耶这个人咧要用耶这个权力来去压迫亚丢，那当耶这个时候，亚丢要做嘛个咧，亚丢去上帝的话语上站立的稳个人，亚丢用耶这个主耶稣。而心灵嘅带领，民间上嘅心灵嘅带领嘅人咧，我哋能够承认乜嘅？是加入嘅当中，而且个逼迫，我哋嘅人嘅当中，而且个权力太嘅人当中咧，来为主耶稣来做见证，
我哋能够发出现这个见证来，唔单止系样，我哋仍然咧去吹重复一首，我哋仍然可能，仍然也要去背中人来献乌哦。现在这个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讲，双方都讲，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背中人献乌。那可能我哋去放重复一首，我哋有唔讨人嘅喜悦哦。那这时候我就会看到，是我们的重复应该是说，是那人猜判我们，是主耶稣猜判我们，是人群当中来重复应。当我们在人群中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到什么呢？面对到各样的这个逼迫，这个可能有功夫来的逼迫，可能有这个权力太的人的逼迫，有这个众人当中的这个陷入我们的这个逼迫。但是呢，请主耶稣提醒我们什么呢？以及主耶稣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什么呀？我们可以来克服这个忧虑，还有这个恐惧。在这当中，我们可能觉得有恐惧，我们可能觉得有忧虑，但是主耶稣请帮助我们爱佢来克服你这个忧虑，还有你这个恐惧。哎，弟兄咧，最近我主要说起十九到二十怎样，我咧，最近我就不要忧虑怎么说话。好，最近我咧看到前面这个马太福音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就讲到你们被告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发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那这样主耶稣讲嘛，佮你就讲，当我哋变变人变白时候，去当你这个功夫时候，面对你这个太压，你这个太强个压力时候，变中年黑乌时候，我哋唔需要忧虑，我哋要两边讲话哦。有这么嘞，因为当我哋有你这个敏感心灵个带领时候，我哋能够咧你这个灵巧好像撒一样时候咧，我哋就能够有圣灵嘅帮助，成我哋嘅当中来讲，帮我哋讲话。所以先讲到主耶稣讲乜嘅咧？主耶稣讲耶行咧，佢讲当时候耶稣耶稣唔需要乜嘅咧，要你喺两边讲话，因为咧耶稣边耶稣嘅圣灵，成耶嘅里头咧，要帮助耶稣嘅讲，帮助耶稣来讲话。所以听姐妹，当我哋面对逼迫时候，我哋也唔会有你两边讲话，有圣灵要帮助我哋，有这么个咧，有亲眼我哋会看得到，亲眼这个使徒行传，这主耶稣边受嘅这个鞭打逼迫时候咧，圣灵在当中工作，我就看到圣灵两边充满嘅这个主耶稣，主耶稣也晓得两边个来回应嘛，就是我就看到主耶稣，嘅时个人看到主耶稣嘅智慧，佢都也警惕，嘅时个高官看到主耶稣，嘅时个智慧，佢都也好警惕，唔单止样，主耶稣。当然这个门徒并主要是新天国用这个门徒去重复的时候，当然这个师徒呢叫面对和这个逼迫，还有这个高官跟这个压力跟施压施压之下时候，给人两边来福音呢，给这个福音也带来当时候跟人跟这个真的有这么因为给这个智慧用的就无法想象到，佢哋有咁样嘅智慧，因为佢哋嘅身份同佢哋嘅智慧相差好远，因为佢哋嘅人只身份，佢哋本身系乜嘅？佢哋本身系做五个大五，卖做五楼系卖五楼，所以佢哋嘅学问也咪好高，但系我哋会看得到。就以为心灵的充满，给你能够灵巧相杀，给你能够敏感心灵的太良时候，给你讲出的话来是让人无可想象的，因为给你的智慧不是给你的智慧，给你所讲出来的智慧是从天上而来的智慧，是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要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会恐惧，我们会思虑说我们要爱两边来回答，因为心灵要帮助我们来回答，心灵所比我们的智慧高过我们人所良修的所学的智慧。所以这些人就会看到，当我们重复的时候，不要怕，不要害怕这个身体社会身体的，因为今天二十八节讲到，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讲到，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背圣灵背身体和灵魂，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灭的灭在地狱里的，真要怕他。那这样说，主耶稣说什么呢？就说
你想念当基督逼迫下了笑，当下了重欢笑，你想念逼迫下了笑，基督能够杀开下了个身体，但系基督唔能够杀开下了个灵魂，基督能够减轻下了个身体，基督能够杀开下了个身体，但系基督唔能够杀开下了个灵魂，也能够减轻下了个灵魂。凡而系那人能够减轻下了个灵魂咧，佢讲啊，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毁灭在天狱嘅。我就会怕我，只要讲到我嘅，要那年我就需要怕咧，我就需要怕嘅，就我就嘅上帝见到，因为怎么，唯有我就嘅上帝能够毁灭一只人嘅身体，还有灵魂。就算我就可以看到人行嘅权力，那年权力最大啊，我就可以看到上帝嘅能力最大，上帝嘅权力最大。虽然你这个高官给到你这个权力，但系给到嘅权力唔能够伤害。唔能够伤害我哋嘅灵魂，佢哋才能够伤害到我哋嘅身体。就算我哋爱物嘅咧，我哋爱尊敬嘅，我哋爱敬畏嘅，就系我哋嘅更加高嘅，我哋嘅权柄，就系我哋嘅上帝。就算听众们，亲爱的，向主耶稣提醒我哋唔会怕我哋嘅权柄。当我哋面对我哋嘅逼迫时，我哋唔会怕我哋能够杀害我哋嘅身体嘅，反而我哋爱惧怕我哋能够杀害我哋嘅灵魂嘅。所以听姐妹，接下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唔好惧怕，唔好别惧怕，怎么个咧？因为我们是贵重的。所以主耶稣亲眼向马太福音10:31，主耶稣讲：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马厩、马厩还贵重。那这样讲到马个咧，主耶稣叫我们咧，当我们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我们唔好惧怕，因为上帝。佢看我就系为贵重嘅，因为主耶稣讲嘛，佢咧讲嘢喺我哋比嘅这个麻雀，这个雕仔更加贵重啊。虽然嘅这个雕仔，请嘅这个可能请嘅这个市场上有一天嘅嘢这个价钱，但系咧主耶稣讲嘛，佢咧我就系上帝嘅，嘅这个更加贵重嘅，上帝看我就更加贵重，因为怎么咧？因为上帝知道我就。有几多个条法哦？有哪人能够看人贵重咧？有哪人叫知道你有几多根条法咧？但上帝佢知道我哋有几多个条法，唔单止咁样，上帝咧佢看得到我哋咧比嘅这个切鸟更加嘅贵重。所以弟兄姐妹，我哋会看得到两边看得到主耶稣看我哋，上帝看我哋为贵重咧。因为上帝已经差派去主耶稣来到我哋嘅当中，为我哋而死。做乜嘅为我哋而死咧？就系为借着主耶稣嘅死来拯救我哋，叫我哋能够脱离我这个永远嘅死亡，叫我哋能够脱离我这个灵魂嘅死亡。所以弟兄姐妹，我哋会看到主耶稣亲眼俾我哋这个提醒，上帝看重我哋。因为启示录讲到我这个约翰福音3:16讲到神爱世上嘅人，并且赐俾我哋这个独生子，就系主耶稣。所以我们没看到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也没说圣经也没说到神爱世上的人这个条仔，并把主耶稣的生命赐给人这个条仔，没。但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他爱世上所有的人，包括儿童爱。所以上帝说什么呢？亲爱的给我们这个提醒，就是上帝看重我们，上帝看我们为贵重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是贵重的。就算你向你所有，今天向你的所有人说，你是贵重的。就算你听见我们如果看到今天向主耶稣给我们给你这个安慰，却请你的马太福音21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为众人献恶，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讲，虽然我哋受到耶稣嘅痛苦，受到耶稣嘅逼迫，并加唔中意，并加讨厌，但系咧，我哋爱原来为咗上帝嘅福音，为咗亲爱的从主耶稣嘅感恩上，我哋爱原来到底，因为爱样我哋就能够得到救恩。唔单止用亲爱这个腓立比书讲到4:7讲到，神所赐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就看到今天主耶稣比我们的麦克呢，当我们去传福音时候，当我们传福音出去时候，主耶稣没再猜我们出去，主耶稣当我们
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主耶稣同时也变成什么？赐下人意外的平安，让人让平心能够得到的平安，比人这个人所变的平安更加的平安。也就是主耶稣什么呢？在主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些听众们，当我们去重复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比我们的平安在我们的生命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仍然有主耶稣的这个意外的平安。不单止这样，我们在当中有主这主耶稣独白，我们能够有主耶稣的保守，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当我们重复的时候，好像当我们崇拜神的时候，我们要说什么？牧师要说，愿你们悔意悔意侍奉主。所以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也福音主耶稣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这些听众们，我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好像主耶稣一样所说的，我们会灵巧的福音的这个情况，有两边灵巧福音的这个情况呢，像我们会从上帝有这个密切的关系，我们会面临圣灵的带领，以及像我们传福音的中在办的这个路途中，我们要面对的这个逼迫，但是面对的这个逼迫的时候，我们不会忧虑，我们不会恐惧，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能够去克服这个恐惧。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最美主耶稣给我们的安慰，却给我们的这个平安，没人说能够平安的平安，主耶稣平安的这个保守，没人说能够平安的这个保守，我们有上帝的保守在我们的当中，平安的这个心怀，这个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今天主耶稣也呼召给你，也呼召我去，我们去来行，去到人群中来服侍我们的神。所以听见我们今天我们去到人群中，我们虽然服侍的人恨人，但同时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也在服侍我们的神。好，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并我们一段时间一切来学习你的话语，让主你来帮助我们，让主你来向我们讲话。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今天呼召我们，不单止呼召我们，也呼召我们的家庭，叫我们能够一切的来去到主你所给我们的这个火床上，给我们去到这个工作的地方，所以去到给人学校这个地方，能够来传扬主你的福音，来服侍我们的身边人。当我们服侍你这个身边的人时，向他们传福音时，同时主我们就服侍给你，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见，让我们能够灵巧好像神一样，能够敏感圣灵的带领，叫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来面对这个逼迫。当我们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克服，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忧虑的这个恐惧，因为主我们知道主你个信念要充满阿掉，也个信念要帮助阿掉工作应该讲开话来，唔单止要主阿掉唔狂，身体跟也是个能阿掉唔阿掉不怕，也是个别别，因为也是个你唔能够伤害阿掉个心，唔能够伤害阿掉个灵魂，佮你能够伤害阿掉个身体，但系佮你不能够伤害阿掉个灵魂，但系主你帮助阿掉，叫阿掉能够足见亲一个话语上。因为主你看我们为宝贵，主你看我们为贵重的，主你来帮助我们，愿意的四次人四人的这个意外的平安双双在我们的生命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在重复的世上我们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叫我们使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今天使用我们用的是福音时来向主耶稣来福音。
心上过境，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事无尽。阿们。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眼中一直胜过在世上千里。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依然同你欢呼声永不息。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歌词，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
望在黎明，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黎明，在你的周一日生活在世上前，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你花不生又不行。